今天吃炒方便面，自己炒的，看有没有食欲啊？方便面。这是五包方便面。
今天吃肉末红烧粉条啊，配米饭。我放，看这个有没有食欲啊？
今天吃西红柿鸡蛋火腿汤面啊，还有一块肉，大肥肉。是，看这个面有没有食欲啊？汤面就是烫，我晾了一下。汤面香，西红柿弄的就少一点，弄了一个。加入点青菜，青菜。
太香了，这一盘干面，就是有点烫。不是，今天吃块肉，这是爆辣的油泼面，这是荞麦刀削面，看着没屎，看看那哪吒，弄个封面吧。这是一块肉啊。拌好了，油就盛在上面炒一下。
好吃，有点单吧，吃得慢一点。